现在这个哈、被背压在背包里面，我觉得是刚好的。对啊。雨加雪，还是都是雪。嗯，跑去山顶，山顶缆车。怎样？因为风大，所以那里有很多树枝，让人误以为是草。对啊，还是说也不要什么山顶了，就滑到山脚就收了。我也不知道，这可能是海上。或者是滑到山顶，又回缆车站，就再装回去。对，因为越晚越雪。
山顶啊。那是我们好像去就好了。先去拱多啦。因为说在山脚等，不如在现在这里等。为什么？就是说一小时后，他不是说就要越来越雪了吗？就是谁知道嘞？就是因为一样。我在山顶等的意思是说，万一真的都变成是雪，那就滑到山脚去啊。那还算滑到一趟。那头往后。那万一等的都还是。都还是雨很多，那就坐拱大线。把脚举起来，这不想会走一点，这总会抬一点。对，我好像有个抽屉啊。算是比较干哈。对。好惨哦，好紧张。所以我早上才这样子想。预报，预报。都变了，一直有预报。会变的，会变的。两个人挤在一起做，好像会互相湿，互相什么？弄湿对方啊！我也很湿，你也很湿，然后互相抽一抽。嗯，好。好，所以现在是回来。而且滑起来忽快忽慢。对，有点力跟我可能也搞不清楚这。那个慢的地方就是那个沾很湿的雪把你黏住。对啊，就有一点危险。我也觉得，我就有时候懵掉，这要扑街。不叫闹脾气啊，我说我闹脾气说不要滑就不要滑，就是那种放他到狠话，到狠话说不要滑就不要滑，然后就好了。可是你提出那个提议，我后来想想 好像也可以啊。我说好啊，那难道你是在闹脾气吗？因为我觉得很可惜啊。我是觉得就还好，我是跟你吵多买雨衣，我是跟你为什么不给我买惨状，那个想当初那个也是这个状况。以前是飞雪，然后融掉。那个上一次的下雨就是苗场，现在可以再回去看一下那一天的状况。这次这个雨比上次苗场的还大吗？还是差不多大？上次苗场是滑的久，所以湿到透。现在还是不冷。我还回去，我们把裤子挂起来，然后用那个夹的一夹。
一楼才有内。对啊。意思就是说，你用了专用入口之后，你再搭电梯再去一楼才有。对啊。你想去看看吗？不想。比较好奇的是那个电视，然后电视会秀多少人这件事。我以为我现在猜测那是人工更新，因为我在坐着洗的时候，旁边有工作人员在摆面盆，把它一个一个归位，然后椅子摆好。那我觉得是那个摆的人负责更新。出来的时候除了喝麦茶，你会擦一下乳液在脚上？没有，我还不知道有乳液，我只有看到麦茶。女生才会擦。有化妆台吗？应该可能是有。对啊，我就说我昨天人很多。有一个是透明的，有一个是白色，是自己觉得白色的感觉比较有用，我就用它擦白色的。透明的感觉比较没用。虽然它两个都叫，一个叫 lotion， 一个叫透明，透明的我叫 lotion。然后我的印象 lotion 这里感觉雪比较多一点。你说下面的？你看空中飘的东西。我什么都看不到。白白的在慢慢飘，反正飘到我们身上全部化掉了。对，也是化掉，没错。不止我们，是气温的问题。气温不是零下，那就没有那种说什么啊，变冰块啊，变雪什么这种事。对啊，我就说真的是很难讲，那票的那个买不买，为了便宜而买，然后到时候又不好。你说找鸟票这件事啊？嗯，我觉得依照我们有这种做研究过、有去过的这些地方，我先问一下你问，我们早上拿出来的时候，雪板干都是全干的吗？对啊，然后如果最后一天不好的话，我们被运走的雪板可以很干。所以那天就是吃完饭，你觉得珠毛带河不可能好，对不对？免费啊！你看，你现在看得到了吧？看得到吗？雪啊，很缓慢的飘，有没有？啊，这个高度以上，然后听声音，飘了，没有雨声了。哦，嗯，但是要这么高了，根本都快到站了。对啊，现在是风声，不是？要放脚了吗？难道这里就是雨雪交界线吗？我觉得不大可能那么夸张吧，又不是每一次。每一次就是上面那块真的都没事啊，我记得。是没错了。但是我那个一换我耳朵有耳压变化。换你放。那你会听到吗？哦，这样突然觉得它好重哦。不是它很重，因为风在吹，风压很强哎。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就觉得稀少的顾客终于来了两个。前面有一车有。有啊，他就走过去。太惨了，我外套都有拉吼，我外套拉链都有吧？你脖子那边看起来好空。是那些水滴都，这怎么好像有咯咯的感觉？出泡泡。我的衣服就是吸水啊，真是。哎呀，都在干啊！哎，这是昨天那个笑眯眯的员工，阻力太强。是雪包。水，看不用看，那个目镜上面就会开始画。不会啊，快走快走，没啦！你不要骗我，我跟你说，你是
一开始就没拉好吗？对，刚刚就没拉了。但是我看的是，胸口，我以为你问的是说嘎吱窝。现在就是会不会化掉的问题。对，我是说变湿的速度，变湿的速度比下面慢。十分钟还是来滑，这个也不错。很难说，我现在前进不了。而且我很比较危险的是，我上爬下去，爬不起来。对对对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我刚差点上下掉，我不好意思。好，有个。再摸一次，还可以。这里的话，还可以。还是说我们找出来的十分钟，先在缆车站那里看一次这个状态。如果是那样子的话，我们就不能回缆车站。因为我们已经变凉了，我们就得再滑一次这里。好啊，滑滑看。要擦一下面镜。对啊，我只能这样。而且下面可能会很不好滑。我是说要我拿不到哎。那我先下啊。这样子这种状况看起来一副好像很松的样子，实际上不是。不是很像，是下面那些雪的状态，它被水弄到，就是看看那个雪堆积的样子，好像松雪，但是其实不是。它是很难动啊。对，很难动到真的。好了，很湿哎、欸，我们两个都很湿哎、欸啊，所以也没有什么冷下来的状况，其实就是湿。对啊。对啊，看痕迹，是水都把下面的雪都弄软了，还是怎样？
你看这里都可以刮，看到好像很厚一块。对啊，这奇怪。好啦，走吧。我在滴水，你知道吗？那我们还是回缆车站吧。我在滴水，在滴水。对啊，看起来这样子也没有用。回缆车站。都可以，走右边比较安全吧。回到这里是还是水吗？看一下。现在看也还是雨啊。好，这里上面是雪，下面是雨，让我惊讶的地方。验证了上面是雪，下面是雨。他回来这里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好了，进去吧。啊？进去让身体干一点啊。然后呢？他现在好像是。然后三点，如果我看都是雪，那就滑下去。如果我看都一半雨一半雪，没有都是雪，那就坐下去。好，这样。